你上次都还好，你这回是真的严重。这一次袭击事发突然，最坏的可能性就是以后再也站不起来。你知道了是不是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答应过你们的，一定会实现。以后我会亲自指点你们的太极。你们都给我站住！魏楚学长刚答应指点我们功夫，就被人伤成这样。他们听说魏楚被打伤，都纷纷想退系。就我们三个，会不会有点？我到底该不该告诉大家我会太极啊？我的爱心餐盒是不是很可爱？你喜欢吃火龙果吗？现在正是太极系的存亡之际。就凭我们就凭现在除了你能帮他，谁还能帮他呢？